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脑波智力神经医学会理事长王群光医师，在这里我要来跟家大家谈一下 H two 氢气疗效的基本原理。我们要谈的就是氢分子生物学。人类发现了氢气以后呢，对这个氢气的观念一直有在演变。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对氢气的看法呢，还是觉得它好像很容易燃烧、会爆炸、可以充氢气球、可以切割钢板等等。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氢气的看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就是说水，水电解产生的氢氧气呢，把它吸到吸到身体里面是非常安全的，它在我们人人体里面。 不但是非常安全，同时是一种必要的气体。我们人体的氢气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大肠，就是大肠的有益菌制造的的氢气，它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。它可以把这个会引起发炎的这个自由基呢，综合掉、还原掉，所以氢气也就是最好的抗发炎的药物。 氢气是由这个大肠啊所生产制造的人，正常的人会生产这个氢气，我们叫做内源性氢气。在这个大肠气体学的历史上呢，在一九一八六八年就已经开始有人在研究了，一直到了呃最近有人测出来，就是这个大肠。 每天会生产的气体呢是三百六十 CC，其中氢气占了十九点八个 percent，也就是七十一 CC 是氢气。空气中的氢气呢，它的浓度其实是非常的低的，只有十亿分之五百，也就是写起来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这个呃九个零，十亿分之五百。 那我们这个看一下，空气中的氢气是十亿分之五百，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水呢电解出来，它产生的氢气占了七十三个 percent，好是非常的高的。氧气在空气中是二十一个 percent，可是我们用氢气用水电解出来的氢气呢，氧气呢有二十七 percent 是氧气，所以它不但提供了氧气。 呃，提供了氢气，也同时提供了这个比较高浓度的氧气。当大肠功能不好的时候呢，抑菌没有办法产生足量的氢气给我们人体利用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个水啊，在水把水电解变成这个氢气跟氧气，来给我们人类吸，呃，就是吸到身体里面。 吸氢气到底会有什么效果呢？根据我们啊、呃、临床的这个观察呢，很多人会觉得吸了氢气以后心情变好，好、啊、话比较多，很爱讲话；还有就是眼睛变亮，视力变好，好、啊、这个都是很普遍的现象。更多人是说他感觉迷迷糊糊、雾雾的脑，哈、啊，好像有脑雾变得很清晰。 还有呢，就是痒、红、肿、酸痛消退的非常快。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患者，他这个脸是过敏，肿的非常严重，肿到眼睛几乎都啊看不到他，他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这样。啊，吸了这个氢气以后呢，经过一个小时，哇，整个脸就消掉了。他用了半年的类固醇，哦、啊，都还没有什么效。这样，那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哈。啊 曾经有一个患者，他感觉他的脖子很硬，脖子很硬，硬了十几年，啊，都脖子不能转。结果他吸了一口氢气，就感觉这个脖子整个就软起来了，哈、啊。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这个震惊的哈、啊。还有几乎大部分人呢，他们吸了氢气以后，都会感觉到焦虑、心悸、恐慌会缓和。 尤其是很多有强迫思考的人，啊、哦，他会感觉强迫思考好像那种观、那种观念、那种想法好像消失了哈、哦。还有哈，很多人是觉得会比较呃不会唠叨、不会念人哈、哦。我们其中有一个朋友啊，他觉得这个亲戚机很好、啊。我们问他说怎么好啊？他说啊，他,他太太吸了以后比较不念他了哈、哦。那。 普遍的都会觉得比较好入睡，睡眠品质呢变得比较好，深度比较好，睡醒不会觉得很累，好，同时比较不会做梦，好，我们后面都会来再说明一下，好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？长期使用这个氢气，其实很多人的血糖啊、高血压都比较容易受到这个控制，还有心跳啊、哦，感觉不那么快了。 体力变成比较好，啊，上楼梯比较不喘，甚至还有很多人眼压变得比较低，啊，心情比较不会烦躁不安，啊，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一一个说法，一个感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氢气疗法的历史。呃，氢气其实哈，在好几十年前，美国就有一种这个叫做氢重氢水。 后来这十几年呢，美国是用日本是用这个饱和清水给人喝，啊，还有用氢气生理盐水来注射，啊，日本的这个水素呢其实就是氢呐、啊，还有固态氢，啊，也是一种健康食品。那我们现在由这个台湾本身来开始流行的哈、啊，就是这个吸入这个电解的啊水电解的氢氧气。 在这个有一个叫做“亲戚之父”啊，叫做太田成南教授啊，日本人，他说：“H two 氢气是最强效的抗发炎药物。”我们起初听这句话哈，会觉得怎么可能呢？亲戚怎么可以是药呢？会不会有点过分呢？哈，那我本身我也起初也是觉得这样。可是当我们用了氢气以后呢，用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哈、啊。 他这句话讲的还真是贴切呢。那所以，我本身的这个做自然医学的心得呢，就是说，氢气是最强的抗发炎药物，这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。再来就是说，氢气的抗发炎效果其实是超越类固醇的。所以说，当你想到要用类固醇的时候，好，一个医师想要开类固醇的时候。 我建议啦、啊，哈，你先用氢气看看。其实哈、啊，氢气的效果比类固醇还好。更重要的就是说，氢气哈没有任何的副作用，好，同时它对人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在过去整百年来呢的研究哈、啊，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文献说氢气有副作用的。 当然，你不要把它收集起来哈？拿来充气球。那氢气的重要性呢？长期被忽略。大家虽然知道它好像还不错，可是呢，并没有人去真正研究出来说它到底是怎么样有效，没有办法被证明啊！啊，那我们知道发炎是疾病的源头啊啊，所以百病同炎呐、啊，百病同疗。 只要能够抗发炎的方法就可以治病，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发炎的后遗症有哪一些呢？就是有过敏啊，过敏性皮肤炎啊，啊还有周边自力神经失调、脑神经发炎，这个精神神经疾病啊，还有代谢症候群，好像三高啦，哈、啊，高血压等等。再来就是免疫系统叛变，像这个自体免疫疾病。 第六级呢，就是杀手细胞丧失战力，尤其是病毒感染，啊，肝炎还有这个癌症。所以说这六级呀、啊，这六大类六级疾病，哈、啊，一级比一级严重。亲戚对以上六大类发炎的后遗症呢，都有非常强的抗发抗发炎效果。啊，亲戚的发抗发炎效果比类固醇还强。所以说。 像这些疾病哈、啊，全部都是发炎引起的啊，都是发炎引起的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能够抗发炎，能够抗发炎，那么就不用去管一种一种的哈、啊、各个器官的疾病了、啊。为什么氢气会具有疗效呢？因为氢气它是一种这个物质，它可以改变人体的能量。 氧气、氢气，它都有能量的哦。我们知道氧气可以助燃嘛，它可以产生能量，啊，可以产生 ATP。那氢气也是有能量哦，氢气也可以用来啊做很多很多这个用途，它是最干净的能源。所以我们人体哈、啊、不能没有氧气，其实也不能没有氢气。 怎么样证明氢气有疗效呢？就是侦测那个使用前后它这个能量的改变。我们是用这个最尖端的科学仪器哈，就是脑波跟自力神经仪来研究说，这个人用了氢气以后到底有什么改变。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证据就是三 D EEG 脑波检测仪，还有这个。 好，自力神经 H R V 检测仪这两种仪器，那我们都知道，人体的这个能量哈是很不容易测量的哦。你要测量我们身体的能量电位哈，就是心电图嘛。啊，其实 H R V 自力神经就是依据心电图的这个结果来判读的。还有就是脑波图，这个是心脏啊，心跳。 AV node，这个是心电，这个、是 s n n o t e 房结哈、哦，它发的电会传到整个心脏。那么我们记录这种电位哈、啊，就知道啊心脏的跳动啊，看哪一个部位发生问题。好、啊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心电图监视器上面哈、啊、出来的。好、啊，因为这个。 呃，心脏它是个窦房结，是被这个受这个交感跟副交感控制的哈、啊，所以我们只要测量这个心跳快慢的程度，我们叫心力变异，就可以换算出这个自力神经的能量。啊，其实测自力神经它的方法是跟测心电图是完全一样的，好、啊、就可以知道交感副交感多少。比方说你吃了这个 Indra。 p r o p a n o l o 这个就会降低，吃了 a t r 这个就会降低。好，用了 b o s a m i n 这个就会升高。哈，这个叫交感，这个是副交感。其实脑波是主导情绪的，并不是说心情影响脑波哦。很多人以为我心情不好，所以脑波不好，其实是刚好反过来。我们有脑波哈、哦，就可以看性格，因为脑是一个人体最高最高的。 啊，主宰，啊，它透过智力神经来管理全身。好，这个脑，我们的脑不时不时的啊，从来没有停止的在发射这个脑波，所以脑波变正常，心率就会变好。这个是我们一个口头禅了哈。这个是神经的传导啊，神经的传导，神经传导不能过快。 啊、哦，也不能过慢。还有这个就是神经传导素啊、哦，比方说这个血清素啊、serotonin 啊、d o p a m i n 啊等等哈、哦。如果一个人的肠胃道不好，那他没有办法而摄取到一些好的物质哈、哦，尤其是色氨酸啊等等哈、哦，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合成这个血清素，就会得到忧郁症嘛。哈、哦。 这个是我们的脑啊，这个神经细胞一直在放电啊，放出很多的这个电波。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，一个神经细胞哈、啊，它就有几百几千个啊。这个立体来看，它有一个突触哈、啊，可以跟别的神经啊互相连接哈、啊，是非常复杂的。人脑是有一千五百亿个神经细胞哦哈。啊 那我们身体、脑跟心脏放出的这个电量都是很低的。心脏的这个电呢，只有十的负三次个伏特哈、哦。我们家用电是啊啊，有的是两百多伏特，有的是一百一伏特哈、哦。那脑波它的这个电量哈、啊、更低，只有心脏的啊呃相差一千倍是10，是十的负六次方。 所以这个脑波的侦测，哈，是比心呃脑波的政策比心电图的政策更加复杂一点。这个是我们的神经的传导、啊，哈。我们身体这个神经的讯号不时不时的，啊持续不断的啊传到我们的脑部，啊传到脑部，那我们身体也一直这个发挥指令，啊，指挥全身的神经。 好，在全身的器官在工作。我们来看一下脑波，脑波可以分成四种，可以分成四种，就是贝塔、阿尔法、西塔、delta 啊，它是按照它的啊每秒的振动频率来来看的。这个十三次以上的，我们叫做贝塔波啊，阿尔法波是八到十二啊，四到七是西塔波啊。 以四以下的叫撩踏坡，好、哦，这个脑坡我们另外呃以后来做一个啊、呃、详细的这个说明。传统的平脑坡呢，记录是平面的，好像记录这个地震仪一样哦，好像好像地震记录一样，非常的难以判读。那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脑坡仪呢，叫做三 D 立体脑坡仪。 我们现在用的脑波跟智力神经都是台湾自己制造的。这个脑波仪哈是台湾人发明的，一个叫黄志祥先生哈发明的。目前还没有嗯公开的上市，是全世界第一台针对那个人的那个精神疾病研发的这个脑波。其实脑波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来控制这个机器人了。 比方说，你想吃什么哈、啊？看哪一个点机机器人就会拿拿拿东西给你吃。那这个床也是一样哦、啊。你看哪一个点啊？你想要把床摇起来啊，或者是放下去呀、啊啊？哈啊，这个都已经是成熟的技术哈、啊。我们这个脑坡这边是右边，这边是左边。那么这边有坡长，它是零点五到三十赫兹。当然也有人说四十了哈、啊，是。 普通都讲三十，好，它分成这个贝塔、阿尔法、西塔、delta，好，这个四种脑波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常的脑波，这一个脑波是非常的这个正常的哈、哦。我们用这个脑波呢，可以来诊断。 啊，辅助诊断情绪障碍，还有一些很多神经精神的这个疾病。像这一个患者呢，他每一次到庙里面哈、啊，就会驱挡啊哈、啊，好像被附身一样。其实他是癫痫哈、啊，我们看他这个脑，啊，他有这个癫痫的这个脑波，这是癫痫的脑波。 啊，这个是妥瑞症的脑波。当他没有异常脑波的时候，人是非常清呃正常的哈、啊。我们用这个治疗前后脑波的对比呢，就可以知知道治疗的效果。像比方说，像这个妥瑞症，啊，这个是影片是家长自行录制给我们用的。他说不必遮脸哈、啊，可以用。 那他有异常的脑波，好、哦，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好了，好了以后呢，脑波也正常了。哦，土瑞症现在在医学里面哈，啊、哦呃，现在的中医西医里面，听说是啊、呃、被认为无药可治的哈、哦。我们这里的啊、呃、少年哈、哦、儿童的脑脑这个异常脑波引起的土瑞症啊，注意力。 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九。像这一个是被诊断精神分裂哈、哦，他有幻很严重的幻听幻觉，没有病逝感。啊，他第一次到我们这个诊所的时候，一直觉得他自己是上帝哈、哦。经过一个礼拜的治疗哈、哦，就好很多。那么经过三个礼拜的治疗哈、哦。 他这个脑坡就消失的很多。他第一次来是这样，第二次三个礼拜后变这样。这个是十二月十三号第一次，一月三号整个脑坡就变正常了哈、哦。那这个患者后来他没有再来，不晓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。啊、哦，我们看得出来，这个前后哈，十、哦、二月十三号的这个贝塔坡红色的贝塔坡，到了一月三号就好很多了啊。哦 所以我们想说，啊，这个百病同疗啊，发炎是疾病的源头哈、啊。如果脑发炎了，自力神经发炎了，那就很惨了哈、啊。那我们现在治疗疾病哈、啊，就是治疗这个脑波跟自力神经。啊，因为脑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呢、啊，它重量只有人体的百分之二呢，可是哈、啊，它消耗掉二十五趴的能量。 这个是比例非常不成比例的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脑跟这个智力神经治疗好，就不用去好、啊、一颗一颗看的哈啊，这个才叫做治本。那么你这个把人的这个器官哈、啊、切割来看，就叫治标。事实上，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哈，不可以说啊。 比方说过敏来讲，过敏它就是过敏嘛，皮肤的、眼睛的、鼻子的、哈、啊、气管的，都是同一个疗法，不必要去一颗一颗的看呐、啊，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的心目中没有疾病啊，哈，我们只把这个脑波跟自律神经搞好，啊，人基本上就病就会很少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。 这个在亲戚疗法里面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哈。这个病人呢、啊，他心律不整了二十年，啊、哦，二十年，他做过心脏绕道手术三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他做过这个心脏神经电烧术三次，没有成功哦。他想要做第四次，医生说不跟他做了。后来他又做了两次。 全身麻醉做电极两次也没有成功，他的心跳一直跳跳得很快。最近一个月呢，一直跳到一百三十几下，啊，这个一百三十多下跳得很快。他来门诊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跟他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个心跳那么久哈，呃，我们可能帮不上忙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。” 我看过你们的网站哈，听过你们所有的这个 YouTube 档案啊、哦，他认为说还是要试一试，没有效也没关系。好，既然患者这么讲，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高压氧舱里面，给他做一下高压氧。好、哦，为什么做高压氧呢？因为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是这个窦房结哈、哦、，SA n o 好像缺氧嘛，所以才乱跳。可是做了这个。 高压氧以后呢，结果他的这个心跳哈、啊、是在高压氧舱里面一边做高压氧一边测这个心跳哈、啊，一点改变都没有，一点改变都没有。那没有怎么办？我们就是好试试看氢气咯，啊，给他吸这个氢气啊，吸了氢气以后，当然我们根据实验哈就知道，吸的这个氢气哈，几乎是马上啊这个。 动脉跟静脉的这个呃里面的这个氢气含量就直线上升啊，啊、哦，如果不吸以后呢，慢慢慢慢又下降。所以他吸了氢气以后，差不多过了十分钟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的心脏好像已经变正常跳动了。”可是我们还是让他吸了一个小时，再给他做心电图，发现说真的，他的心跳。 由一百三十七变成八十了哈，本来你看这边两格跳一下的哈，变成四格哈。好，第二天他又复发了，好，第二天又复发，又是乱跳。我们想说，前一天我们有给他吃了一点点的啊，别的一些自然医学处方哈，那今天就完全就是吸清，完全就是不给任何处方，只有吸清。他一吸，马上又。 变正常了，啊！后来就他这个一三五，他都有由这个宜兰开车到台北来，好来西清。后来他带了一台回去，一直到这个五月二十四号，啊，他最后一次，呃，就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四号最后一次复诊。他说，在过去的这个大概是两个多月里面呢。 他的心跳一直大部分都是正常的，其中不正常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四十五分钟。啊，以前都正常几天，不正常几天这样。啊，他每次心心跳哈、啊、心律不整发作的时候，一吸氢气就降下来，所以他认为氢气对他来讲呢是非常有效的。啊，至于这个机转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等一下。 好，在后后段会来做一个说明。他的脑波呢，呈现非常恐慌的脑波，非常恐慌的老婆。好，这个过阿贝塔婆哈十三以上过度。当他吸的轻以后呢，脑波就变正常了。啊，这些贝塔波异常的都消失了。 好，大家看这个，三月十号十二点，三月十号两点，哦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后面还会再说明。好、哦，这个机转，其他第一次来这个，一场脑波非常多的，好、哦，可是呢吸了氢以后，整个脑波就降低了。这边有一个长期失眠的人，哈、哦。 他不是失眠而已哦，他说他完全没有睡意，连睡都不想睡，也不会累啊哈、哦。他经常头痛、眼睛疲劳等等哈、哦。他的脑波是这样，我们看这个脑波哈、哦，我们是说这个好像火烧房子哈、哦，好像什么好的脑波都没有了。结果呢，他吸了清以后哈，马上这个放松波就起来啊、哦，放松波起来，他这里。 当他不吸，就是说不想事情的时候，老婆应该是没有这个红贝塔波红点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叫杂念波。一个人如果会失眠的话，哈，他的老婆常常就是这样的。他吸了氢以后呢，老婆马上变正常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他回去就好睡多了。还有他的这个自力神经也是非常的异常。 这个交感神经活性应该二亿一的，它是九百多；副交感应该九十二的，它十而已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交感跟副交感的比例，哈。L F 跟 H F 的比例正常应该二啊，它是九十三呢，好高啊、哦，哈。那我们吸的，它吸的清以后，哈，就降低了。我们来看这个九百多的交感变九十三。 啊、哦，总能量这个九百多的变一百二十五，这个交感副交感比例本来是九十三的变成二，啊、哦，他感觉哈、哦、就很快的就会好睡很多了。再来是一个这个妥瑞症，这个妥瑞症的患者呢，他是到我们门诊呢，他还是这样，一直发这个声音啊哈。 吼吼叫的声音，发吼叫的声音，他在家里呢，也一直是在狂叫啊、哦，一直在狂叫。吸了氢以后，老婆整个就变正常了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他在家里哈，哎、哦，经常晚上还在狂叫，叫到左右邻居哈都没有办法睡觉。那吸了氢以后是这样。 他五月二十四号，他有再来复诊，好、啊、脑波还是正常的，好、啊、他每天晚上都有吸氢，好、啊、白一天吸两次，好、啊、你看他这么多这个异常脑波，吸完氢就变正常了，好、啊、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大病，哈、啊、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哈、啊，他没有什么大病，可是我们看他的老婆是比较紧张啊，哈、啊、那旁人是形容他哈、啊，好像。 嘴巴一直念啊，哈，念不停。结果吸了氢以后呢，啊，他脑婆就整个异常脑婆都消失了，这个贝塔波哈、啊、都消失了，好、啊，变成哈、啊、都懒得再讲话了。你看这个异常的脑婆这左脑是二十八，然后啊、呃、吸完氢变十了，啊，这里二十八吸完氢变十，这么大的贝塔波吸完氢也变小了。 还有就是这个一些这个沮丧、忧郁症的患者，他好长期不能睡觉。我们说哈、啊，这个老婆看起来就好像是没电了啊。他长期不能睡嘛，就好像是那个车子啊，大灯没有关哈、啊，大灯没有关就电瓶没电了。结果他吸了气以后，整个心情就好起来啊。这个。 脑波就整个量几乎快接近正常了，好。还有一个叫强迫症，那这个患者呢，他没有，呃，他只有一，他勾是勾选这个哈、哦，主数是勾很多了哈、哦，勾很多，很多精神疾病的他都勾了，可是他说他有强迫症，他说当他想到这个莲蓬头。 好像洗澡的莲蓬头，或者是这个呃莲子的形状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会抓狂哈、哦。你看他有我们不用患者讲，我们只要看到脑婆有一排哈、哦，差不多二十赫左右的这个这个脑婆，就就知道他是有强迫症的。可是他吸了清以后哈、哦，我们再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再想想那个莲蓬头形状的东西，看还会不会？” 呃，在很不舒服啊，诶，他一想，果然好啦，哦，好像没有啦，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很多强迫症的人哈、哦，都有异常的脑波。这个脑波吸了氢气以后哈、哦，很快就这个症状就消失了哈、哦。这个我们看到一个脑波，这个贝塔波这里有、哦、鼓起来哈、哦，好像肚子大起来。这个通常都是有强迫症。好、哦，你看他吸完以后，他整个脑波。 就没有了，没有那个强迫症脑波。这边还有一个常常偏头痛的患者哈，他这个偏头痛不是普通的偏头痛哦，他是一发作起来哈，就好像被人拿了这个棍子啊打头一样，痛到很想跳楼自杀的那一种，我们叫自杀型偏头痛哈。这种偏头痛是很可怕的，那他吸的清以后哈。 他这个偏头痛的感觉哈、啊，啊，甚至整个就是消失掉了。他的这个同时，他也很不爱讲话，啊，老婆看起来就是这样，好像没有什么脑力的样子哈、啊。结果吸了青以后呢，吸了他吸了一个小时，吸了半个小时后，他心情就变好了，好就开始跟啊、呃、工作人员讲话了啊，你看。 他的这个脑波，还没有吸清之前是这么小，吸清之后，哎，整个大起来了啊！吸、哦、气之前是这样，吸进之后是这样，整个脑力就好起来了啊、哦！脑细胞就有在放电。他先生说啊，哦，他在我们这这边待了大概两个小时，他说这个两个小时讲的话，哈、哦，比起过去两个月讲的话还多，心情好好、哦，会笑了这样。 你看他的这个呃，自力神经也是变化，有很大的变化哈、哦。起初的他的的交感太高，后来就降低了哈、哦。这个比例呢，也由二点五变成一了，心跳也变比较慢一点啊、哦，所以他整个人就不紧张了嘛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自力神经跟脑波哈、哦，就可以了解好、哦、一个人的病情的这个进展。那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线体哈、啊，呃，氢气为什么会有疗效呢？跟这个改善立线体哈、啊、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哦。立线体就是等于我们的车子的引擎嘛。好，我们以脑细胞来讲，一个脑细胞脑有一千五百亿个神经细胞哦，好、哦，那一个神经细胞最少有一千个立线体。 那我们的脑不是有好几兆个立腺体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脑里面的这个小小微型发电机哈、啊，既然有上兆呢，好，一部机车、一部车子也不过只有一个引擎啊，哈、啊。那细胞立腺体的数目哈、啊，这个每种细胞不一样，肝脏的立腺体更多了，啊，立腺体的功能呢，就是燃烧这个葡萄糖或者其他的。 啊，物质哈产生这个 ATP 能量，好，这个车子燃烧，啊，烧汽油，它会产生这个废气。我们人体的立线体燃烧也会产生废气呀、啊，好，这个立线体燃烧的时候呢，这个立线体。 车子是烧汽油、柴油，立腺体烧什么呢？就是烧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嘛，哈，氨基酸啊、葡萄糖啊，哈、哦，等等啊，脂肪酸啊。嗯，燃烧，烧东西嘛，一定会产生烟、啊，然后不可能完全燃烧嘛。那有一些烟哈，这个二氧化碳烧出来可以呼出来。 那、啊、有一些呼不出来的呢？它不是气体呢，怎么办？啊，就是自由基咯，那细胞怎么样得到电力呢？当我们一个葡萄糖，啊，它氧气很够的时候，会产生三十六个 ATP，啊，等于三十六度电一样了哈、啊。你这样看就知道。可是当这个葡萄糖，啊，它这个力呃氧气不够的时候，产生的这个。 啊，葡萄呃，这个 ATP 就越来越少，废气就越来越多。所以事实上，氢气是可以增进立腺体的功能的哦，可以让它产生更多的这个电力哈，更少的这个废气哈。事实上，我们这个在工业也用的很多啊，呃，这个氢气哈，现在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技术，就是说，当你车子觉得。 好像这个这个好像跑到马力不大对的时候哈、啊，好马力不够啊，吃油太凶的时候，你就会跑到这把车子开到这个保养厂，他会以前会有一种药水哈、啊，跟你洗，好洗一洗，当然这个药水其实是毒性蛮大的哈、啊，那好洗完哈、啊，好洗这个碳啊一些污垢就会好很多，就会省油。 那现在其实哈、啊，厂商已经有用这个氢气，氢气哈、啊，你只要去插电充，呃，把这个氢气让气缸烧一一次跑一遍，好、啊，它就会达到这个，呃，就是清洗气缸的效果。甚至哈、啊，现在也有厂商开发出来这个用水电解出来的氢气哈、啊，放到车里面，好、啊。 你这个车子跑的时候呢，它也顺便发一点这个呃，电解一点氢气出来，让这个氢气注到这个气缸里面，它会节省百分之二三十的燃料哈，这个也是很值得推广。所以事实上哈，氢气它对我们身体的真正的机转，就是改善我们人体的这个引擎啊。 就是立线体的功能啊，让我们产生更多电力。不然你想说，为什么这些人脑部本来很暗的，啊、哦，没有发没有电嘛？现在会发电了嘛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自由基哈、啊，如果氧气燃烧的时候产生一些 OH，这个最强毒性最强的自由基，留存在脑里面、身体里面，就会引起发炎了、哦、啊。哦 如果我们身体够亲气的话，亲气够的话，会把这个自由基还原成水哦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如果说一个人啊，好、哦，你的肠子很好，啊、哦，就会比较好睡啦，人就会很好啦。人家说胃，呃，中医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嘛。啊、哦，那我们是认为说胃不和不止卧不安哦，其实是脑不安呐、啊，整个人就不安呐、啊。 好、哦，除了很多很多原因之外呢，氢气哈、哦、没有办法制造，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。因为氢气是最好的抗发炎药物嘛，啊、哦，那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产生很足量的氢气呢，就可以把这个自由基哈、哦、综合还原掉，变成水。所以我们看到、哦、啊，这个氧跟氢都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一个气体。 那它们扮演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哦，氧它是属于阳的、火的、刚的啊，好、啊，你没有氧气，木材啊、汽油就燃烧不起来的嘛，哈、啊，我们身体也一样啊，没有氧气你就会，我们人就会死啊，好、啊，所以燃烧一定要用到氧，所以氧是刚性的，产生电力的哦、啊，可是我们人体在。 氧化这些食物的时候呢，也会产生这个自由基。可是如果你身体、你的肠胃道够好的话，会产生氢气，这个自由基就会被氢气还原变成水啦。所以，我们氢气哈、啊、在在体外哈、啊、当然是有危险性的、啊、哈、啊。可是你在你的我们人的身体里面，它反而是扮演一种叫做阴的角色啊，它是水，是柔的，是水。 好、哦，它可以灭火的，所以我们讲阴阳平衡呐、啊，水能克火，柔能克刚，哈、哦，氧化还原反应达到平衡。好、哦，氢是一种灭火器，所以我们人呐、啊、生病就是阴阳失调嘛，阴阳失调是结果，不是原因哦。那这个酸碱平衡、酸碱平衡失调，跟氧化还原反应失调，就是。 加起来就是等就会引引起这个阴阳失调。好，所以我们还原反应非常的这个重要，所以过度氧化会让人衰老生病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好像说我们做一个高压一样，如果你压力太大、浓度太高，常常会引起这个神志不清啊、肝啊、眼啊、脑的毒性嘛。 一个小一个这个呃，就是早产的，如果你放在这个呃这个保温箱里面哈、哦，如果给它高浓度的氧啊，好、啊，听说很多人都会变成视力不好啊。这个主要是这个 O H 啊，自由基哈、啊、产生太多，好、啊、伤害到这个视网膜，所以我们会建议了哈、啊，这个保早产儿啊。 最好是能够睡这个有氢气的啊，吸同时吸氢气啊，不要吸纯氧。那么这种引起眼睛失明的机会哈、啊，就会少的非常多哈、啊，甚至可以完全排除。所以，立线体功能异常啊，就是我们人生病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。啊，立线体异常就等于啊。 引擎故障嘛，我们讲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，啊，这是立腺体，立腺体哈、啊，这个反应哈、啊，这个是立腺体，立腺体这个立腺体的外膜，这个内膜哈、啊，这个是呼吸进来的氧气哈，啊，啊怎么样行这个呼吸啊，啊，这个氧化反应哈，啊，如果这个反应。 不正常呢，功能异常的话，细胞就会凋萎啊啊！细胞凋萎、坏死、老化、疾病都是这样来的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氢气哈、啊，能够抗老化，可以防止疾病、治疗疾病，让粒腺体更正常，让细胞不会凋萎啊啊,啊！所以说，我们这个说粒腺体是最好的这个呃。 氢气是最好的抗发炎药物，这个一点都不为过啊！哈，不管你在哪一个层次来讲，你就算是跟请生化学家来评理看看，也没有人会反对这个讲法哈。氢气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啊。这个如果我们搜寻这些哈，啊，这个 mitochondria 啊，这个这些都可以看得到。 哦，这个是都在非常知名的学术刊物上面哈、啊，都是世界一级的刊物上面所刊登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。那事实上亲戚、啊，氢气哈，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哈、啊，它不只是扮演着这个这个还原自由基的角色而已哦、啊。啊，我们这个立腺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。 都是要靠氢气哈，氢离子氢来去辅助的哦，啊，才能够 A T A D P 这个没有电的电池才能够充电呐、啊，啊，不然为什么我们一吸氢气脑波就亮起来？好、啊，那个不是变魔术呢，那个是真正存在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氢哈，它在我们身体每一个每一个，尤其是制造 A T P 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嘛。 啊，那不然怎么可能我们的老婆一测啊就好起来，心情就变好，啊，愁眉苦脸的就变成笑眯眯？啊，这个不是在变魔术啊，哈、啊，不是在好、啊、在演戏啊，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。所以像这个《Journal o Physiology、啊》哈，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刊物哈、啊。像这个哈，啊《Nature、啊》哈。 所以我们看看哦，我们这个这个脑细胞哈、啊，这个脑为什么在乱放电？因为它里面累积了很多这个自由基啊，啊，它这个我们吸了氢以后哈、啊，它这个自由基就被中和掉了嘛，就被还原掉啦，就好像你到了一个房间哈，哇，大家都在抽烟哦，哇，你觉得闷死了，好、啊，赶快退出来，赶快把窗门打开。 抽风机一抽，哇！虽然有人抽烟哈、哦，倒还好，空气没那么难闻了哈、哦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就是这样。呃，自律神经这个脑波过高的呢，我们可以让它变正常；过低的哈、哦、会升高。好、哦，这个是非双向调节哈。氢、哦、气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这个物质啊哈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前面讲氢氧基、氢氧基、氢氧自由基。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先来看氢原子。氢原子它有一个子子，一个电子，所以氢哈、哦，它这个原子基本上不容易在自然界存在，它一定是分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原子哈、啊，这个轨道上面啊，就一定要有两个电子才能够平衡啊。所以氢哈、哦，它很不怕，它它很怕孤独，它一定要找一个朋友。 两个人共用啊，共用一个电子，所以我们讲 H 都是 H2 嘛，哈，两个氢原子合起来变成氢分子。这个氧原子也是一样哦，氧原子哈，它是有八个质子、八个中子、八个电子，啊，这个这个电子呢，这个原子核的周围哈，第一层是有两个电子，它外面的分。 呃，分布到分配到一二三四五六个电子，所以它外层要八个才能够平衡呢、啊，哈、哦，才能够稳定啊。所以它是它是负二价，哈、哦。所以氧也要找一个朋友，两个原子凑在一起，哈、哦，他们共用两个电子，所以这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电子，这边也八个。 啊，这也八个叫共用，所以氧的是 O two 嘛，啊、哦、O two 这个分子。那水的形成是怎么样呢？水的形成哈是这个是氧，氧它有一二三四五六，它六个电子，啊、哦、六个电子，它就跟这个早它去抓了这个氢，把氢抓过来，啊、哦、就变成这个水 H two 嘛，啊两个 two 两个氢 O。哦 H two O，H two O 就是水啊，哈，水很稳定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刚好有八个电子，所以水是一种很稳定的这个化合物哦，哈。好，它非常非常的紧密，不管你去烤它、烧它，它变成水蒸气、变成银啊、变成雾啊，哈，它永远都不会分开啊。变成冰块也是一样，所以。 氢跟氧结合会形成 H2O，形成水。水是生命的源头啊，所以氢很重要，氧也很重要啊。我们上火星啊，探探火星，上月球，重要任务之一不,不都是找水吗？啊，看有没有水啊，有水就会有生命啊。这个自由基，自由基它画起图来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氧原子，这个是氢原子。 他们还差一个氢原子，就要变成水啦。好，就要变成水啦。所以这个 O H 自由基跟水的差别，就是说一个东西还没有变成水啊，还来不及变成水的时候是自由基啊。它要多加一个氢嘛。那所以说 O H 这个自由基哈、啊，怎么样让它不危害呢？因为它这边切一个氢啊，切一个氢，它要抢氢啊。 啊、哦，所以它是一个自由基嘛，啊、哦，它要抢氢，它会，它会这个缺少一个自由基，呃，缺少一个氢，所以它要抢我们细胞膜上面的氢啊，啊、哦，它要抢啊，就是缺少一个氢嘛，哦，缺少一个氢，所以就好像一个一个人他没钱啊，一个强盗他没钱，他要抢你的钱啦、啊，啊、哦，就让你受伤了嘛，就抢这个细胞身上的氢啊。 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它供应氢不就好了吗？啊、哦，给它氢嘛，给它氢，它就不会要抢我们的细胞的这个细胞膜上面的氢啦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氢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抗自由基物质啊，它是也很好的抗氧化物啊、哦，它会把这个自由基中和还原。那如果是一般的哈、哦。 所谓抗氧化、抗氧化的东西，它很可能哈、哦、没有高度选择性的哦，它把我们这个好的活性氧，啊、哦，也中和掉了，就是把把好人也干掉了啊、哦。那我们这些坏的哈、哦，尤其是这个 O H 自由基，它氢只有针对它，不会针对这个，所以氢是一个叫做高度选择性的抗自由基物质啊、哦。这个在 啊，氢分子生物学哈，大家可以搜寻这本书哈。啊，这本书哈、啊，我们有这个呃、啊、中文版放在网络上哈、啊，给大家去这个啊阅读哈、啊，下载。所以它是这个高度选择性的啊。所以我们任何东西能够提供啊，任何物质哈、啊，能够提供这个自由基电子的哈、啊，就叫做抗氧化物。 那氢气是最好的抗氧化物，好、啊、氢气分子，当我们人体呢，啊，不要，呃没有办法制造氢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，啊大肠功能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吸这个氢气，把这个氢气吸进来呢，啊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氢嘛，可以复裂啊，一百十亿分之五百，那我们我们吸进的氢是有七十三帕的这个。 这个氢气呢，啊，这个氢气的，呃，非常高，所以说我们这个自由基哈、啊，它不是一个好东西哦，好、啊，它是被产生出来的时候，一定要马上被中和掉啊，不然它会危害哦，就好像我们给它清，就好像说有一个小偷哦，他、啊、要抢，有一个强盗要抢你的钱，你就赶快把钱掏出来给他啊，你不要抢我，不要抢我，啊啊，和为贵嘛哈。啊 或者是像我常形容说，好像一只老虎，它想要吃你哦，你就把这个肉丢给他吃啊，吃到饱饱的，他肚子吃撑了，他看到你连追都懒得追你了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亲戚哈、啊、是一个非常好的、非常好的这个物质哈、啊。那不过哈、啊，我们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，亲戚哈、啊、它不是万能的啦啊，它只是我们的这个自然疗法处方之一哦。 它不是唯一哦，好、啊，请大家不要误会，以为哈啊好，我们可以去大吃大喝啦，吃很多反式脂肪啦，吃奶茶啦，吃微波食品啊，吃煎炸的啦，去抽烟呐、啊，干什么？再回来吸氢，哦，这样是没有办法的啦。哈、啊。吃东西哈，还是要很注意。好、啊，我们要我们的理论，我们的理论就是。 我们的理论就是讲，人会生病就是要肠漏、肺漏、脑漏嘛，啊、哦，要抽血找出来看你到底是什么不能吃啊，好、哦，不要每天对黄豆过敏，每天喝豆浆；小麦过敏，每每次每天喝吃面包，那还得了？那这样病西清可能也不见得会有效哦，哈、哦。希望呃大家要了解这这一点。那如果各位想了解更多这个有关这个自然医学方面的问题，哈、哦。 你可以上这个王清光自然诊所，或者 ckone 点 com 点 tw 的网站哈、哦，你可以点进去，点进去，啊，这些我们大概有三十几个小时的这个有关大部分疾病的哦，怎么治疗啦，哦，我们都有这个很详细的这个说明哈、啊，尤其是这个氢分子生物学哈，啊,啊，高压氧跟氢的文献很多很多。 我们都有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说明。好，在这里啊、呃，就是讲到。